声音真假玄彬泪洒婚宴现场，孔刘宋仲基受邀，宾客全是大咖。全世界都在关注的迫降 CP 玄彬孙艺珍世纪大婚，31日盛大登场。公司释出婚纱照，孙艺珍身穿婚纱女王 Velvet 的绝美仙气白纱，小露香肩，搭配玄彬汤婆白色西装，简单帅气。根据韩媒报道，孙艺珍牵着爸爸的手走入会场，站到玄彬身旁还擦拭眼泪，相当温馨感人。小两口婚宴特别选在华客山庄首尔大酒店户外婚宴会场。受邀参加婚宴的演员崔星俊贴出会场摆设，哥，我真心的祝福你。细看桌上还有许多未公开的幸福画面。是说为了让婚礼不被外界打扰，现场请多名保全看守，没有邀请函一律不准入内。参加婚礼的大咖们身边助理及工作人员则安排在隔离区。玄彬好友张东健受邀负责朗读祝词，座上宾包含车太铉、宋仲基、朱镇墨、孔刘、池珍熙、何志远、金宣和、丁海寅、孔小振、田美都、任儿等演艺圈大咖高层等几乎全到齐。婚礼祝歌则邀请到朝政是老婆顾敏演唱《爱的迫降》主题曲。不停행복한나날도살다지치는날도모두그대의곁에내가있어줄수있기많아서표현을커플링이었어당신이야말로남자한테선물처음받아보는거요이런건뺏는게아니고좀만기다리면이케껴줄텐데뭐야모태솔로라는거후라이같은데말해봐요이런거어디서배웠어이렇게사람설레게하는我望着你你看着我有句话我想对你说你曾经是等着我做你幸福的